走，打通拳去吧。累，引号死我了，怎么越来越清醒了呢？什么声音呀？谁在求救？没给你做早饭，拿5块钱出去吃吧。晚上想吃啥了？妈妈给你做吧。我要懂事一些才是，以后带妈妈离开这个家。妈妈，你随便做点就行了，只要方便就行了。妈，我睡过了，我今天不吃早饭了。别去了，上下的学了，飞了。快，5块钱，上门口买好点吃的哈。飞咋了？妈妈怎么跟你说这样？姐姐走了，飞咋了？我觉得你年纪也到了，你也应该知道这个社会的危险。昨天晚上我看到爸爸，妈妈好辛苦啊。哎，姐姐，你别哭了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。我可能要当哥哥了，你懂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嗯，那就算是妈妈出轨了，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妈妈也不能那么打他呀。哎，那个，姐姐，我上课去了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佳丽子，你怎么了？又拉稀了？我今天没有心情和你搞笑。我的家出现了一些变故啊！怎么了，圆圆？啊，如果你发现你的爸爸家暴怎么办？啊，你爸爸？我也没想到他是这么个扮猪吃老虎的人。我的妈妈每天忍辱负重，早晨还要笑脸迎人。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为母则刚了。哎，凯莉，你别哭了，这是我昨天剩下的包干脆面，送给你吧。谢谢，我好像心情好受点了。哎呀，遇到这样的爸爸，你确实没有办法。你除非有证据，我去告他。那晚上你能不能去我家睡呀？干什么呀？不，我怕我爸爸又打我妈妈，然后我想请你做个人证。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回家把我照相机带着。你录像机？行。嗯，那我先翘课了。哈哈，那我帮你打掩护。老师，那个叶圆圆她妈妈出事了。你妈才出事了。你爸会不会收心大了，连我也打呀？他不会吧？他和你又不熟。我进去跟我妈妈通报一声哈。妈妈，来来来，圆圆，今天家里没有人，他晚上睡觉有点害怕，他想挨着我睡。他说我阳气重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别怕他。哎，老赵，去马上点那卤菜去。凯莉同学来了，哈。啊。顺便你再买上点那个哈。行了。哪个呀？垃圾袋，家里垃圾袋用完了。你看到了吧？刚刚我妈眨眼了，她是不是在发送什么求救信号？我不用劝了，快进来坐吧。哎，你看我妈妈问问凯莉嘛，写完作业晚上早点睡觉。阿姨，坐吧，圆圆，我给你买好吃的去。你给我点杯子。
哎，凯莉，我不行，我困死了，我去睡了。不行，妈呀，我再给你弄杯咖啡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也许你爸爸今天心情好，他不打你妈妈了。他们昨天晚上2点才打起来的，一黑他才好行凶。我觉得时辰还没到。哎，困死，你家好硬啊，好硬啊。啊啊！你没听见吗？啊、我倒是听见了，这还是这个声吗？啊！凯莉，凯莉睡觉吧，没事的。啊、睡觉，我睡着了。你怎么每次到了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呀？你把相机给我，我自己去录。给我啊！你不要去，凯莉。要去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小小年纪的，你为什么爹味也这么重呀？将来结了婚，你老公天天打你。我把他别去了，凯莉睡觉吧。动开！锁门，你滚！你俩不滚，这今天好看不好看？